所以，云之羽的故事发生在怎样的世界里？首先，请大家记住两个最重要的词：宫门和无风。宫门可以理解成一个家族集团，他们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，就是保护宫门集团的至高机密——无量流火。所以，宫门子孙世代都在守护这个秘密，也是守护天下苍生。宫门分为前山公司和后山公司，前山负责宫门的运转，最高负责人被称为执任，通俗点来讲就是总裁。 后山则是负责职任监考和选拔，考官有花雪月三位长老，相当于董事会。宫门的前山又分为商、角、职、羽四个部门，加上姓氏为宫，所以就组成了中国古代的五音阶：宫、商、角、职、羽。公子羽第一集在和子衣说：“古人说五音疗疾，听你弹琴，烦心事好像就都没了。”台词里的五音疗疾就是这个五音。 商公负责铸造兵刃，代表人物公子商；角公负责家族营生和江湖斡旋，代表人物公上角；芷公负责研制医夺暗器，代表人物公元芷；羽公负责防卫，统领宫门，代表人物公子羽。说完了宫门，再说一下宫门的死对头无风。无风可以理解成专业的刺客组织。 在江湖日益壮大，很多门派迫于他们的威慑，都投靠了无风。无风为了取得无量流火，派出很多刺客潜伏进宫门。无风的刺客分为四个等级：魑、魅、魍、两。两是最高级，魑是最低级。魑代表人物云为山，魅代表人物上官浅、无名。魍的发音近似王，而且有四个，所以称呼为四方之王。 代表人物：西方之王莫奇埃，东方之王卑绪，南方之王司徒鸿，北方之王韩伊克。此外，无风还有负责选拔和培训刺客的机构——寒鸦体系，相当于运动员们的教练。代表人物：寒鸦四、寒鸦七。云之羽故事的开头就是无风刺客云为山、上官浅作为宫门职任待嫁新娘的人选，潜入宫门执行各自的任务。宫门内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呢？ 神秘宫门，更多精彩，敬请探索。